第五题，他问我们下列哪一些是有机化合物？那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有机化合物就是所谓的含碳的化合物，但是呢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跟氢化物是例外。那么我们就看到，第一个是 CH4 甲烷有机化合物，第二个是醋酸乙酸有机化合物，丙呢叫做碳酸钠，碳酸钠是碳酸盐，所以它不是有机化合物。那么丁是一氧化碳，也是我们讲过的，不是有机化合物。那么戊是氯化钠，根本就没有碳，所以它也不是有机化合物。然后呢，己是所谓的二氧化碳，一样不是有机化合物。根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，不知道它什么东西，它是个尿素的一种，不过不重要，它是一个含碳的化合物，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有机化合物。那么锌叫碳酸钙、碳酸盐，也不是有机化合物。然后剩下一个锌叫做这个是所谓的乙醇，所以它是有机化合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属于有机化合物的里面有甲、乙、庚、壬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五题的答案呢，要选择的是 A， 就是我们的第五题。